集中爱分享快乐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斌，欢迎收看一斌解说，大家关注视频。今天给大家两期比较好玩的录像啊，首先第一期袁绍马腾走起是吧，直接给大家来一波是吧，乱鸡盛宴是吧。感谢这位来自于五谷丰登一区这位就要来这想打扑克，来打三国杀，来打扑克，这玩家提供录像非常感谢。我嗓子可能不太舒服，声音是说起来可能有些不对的地方，大家多多包涵啊，多多包涵。主要选择一个满城袁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毕竟是来个小暴力，小暴力暴力输出。太史慈陆逊就不要选，这两个组合是双用牌，而且这个三血武将的话太差劲了，爆不起来，这个陆逊一洗牌之后又控不了场是吧，这没有对手的话显得特别弱。三二位的袁绍看主角会不会一波爆呢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把袁绍放在副将，满城换在主将，就是被这国战上的阿赖哈这个机制比还苦了是吧，也是非常可怜是吧。看了一下我们看一下副将，哎呦还比较的不按规矩出牌是吧，接着看袁绍的满城也好，看我们主将袁绍的话我们是比较蛋疼是吧。砍一刀到七号位的这些武将，这些武将还是反正也打不到我是吧，忙你一刀是吧，忙一刀也是没设任何问题。能不能快一点啊，后来比较催促，比较着急。这游戏呢是亮点并不在此，在后面啊，在后面袁绍马腾啊，历史上两个悲剧的角色啊。大家有没有发现的袁绍坏的像就像那龟丞相一样啊，坏的特别难看啊，在龟壳前面有龟壳，后面有龟壳啊，头发在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啊，这是顺手牵羊。接刀上选一个装备，原色的乱机应该是，这乱机应该是考的是哪一个，应该是既有钢笔自用的里面，应该是土筑高墙射箭，也是跟曹操对射的那一集吧，两个人对射是吧，这个非常激情是吧，非常激情，官渡之战嘛。检验版留了闪，我们不没必要留可太多闪，我们就是袁绍是吧，你不用防袁绍是吧，这时候防袁绍就逗了，你也有防袁绍吗。五号的托管气象南门，不能看出什么身份啊，一号挂一个闪电以逸待劳。前期倒是比较低调啊，都没有过多的行动。亮点还没到吗？过拆墙啊，果然要动了，动手了！你挂我，你拿我装备是吧？这不能忍是吧？你前面没距离，这回有距离了是吧？好，这开一个闪电，应该不是个魏国之类的啊，不是魏国或群雄之类的，他不要怕闪电。你是蜀国或者吴国，可能性非常高。无中生有啊，挂一个藤甲，三血武将其实我是不建议挂藤甲的，因为你。三血的话比较脆啊，如果你是国家四满一的话，挂三血还有所考虑，有所原谅。你说如果你三血的话不是卖血流的话，挂藤甲是比较危险啊。你碰不上，并不是说你挂藤甲不对，而是有些人不对啊，有些人喜欢盲你啊，一火上没地方喷，哎，喷一身吗？是吧？你的计谋被识破。这个五号就是得寸进尺啊，摸了一会儿，再摸第二回是吧？这诸葛亮表示。不行了是吧，不行了，我老婆看着呢是吧，老婆看着呢是吧，大事。老诸葛出来，老诸葛你关心啊，这看着是蜀国挺激动啊，小蜀国也是看着这个一个对手出来也是还，没过多说，就是一个铁头连环，你这你看铁头连环找事了吧是吧，藤甲找事了吧是吧，万家齐发，也请给标一个非吴或非群。因为你吴国的话，比较吃 A 的亏啊。大家说群雄怎么会吃 A 的亏呢？有群雄有教主之类的，或者恐龙之类的假训是吧？但是其他的武将是怕 A 的。铁头连环，反无懈是一个关羽张飞、关羽赵云，这二号的铁头连环就伤不到他了。继续往下压，往死里 K 啊！又骚又杀的是吧？有没有蔡文姬呢？我荀彧啊，荀彧直接给我们解命，应该是忙，应该是忙的给我们，他并不知道我们身份啊，胡乱给的啊，胡乱给的。给一个去无存狼，直接给压的小诸葛一血线啊，三个蜀国该控了啊。蜀国虽弱，但是势大，进打七克，不是狼多了也咬人是吧？狼多了也咬人。杀，砍一刀都诸葛亮吧。
哎呦，诸葛亮，你还没排没闪，你估计是有桃子吧？现在嘲讽也不集中在我们身上，小胖跟卧龙的话是没什么可怕的，但也不能否认这个武将，这武将还是有自己的强度的。那这五号一直托管啊，一直托管，即有时候有些人托管是战术性的托管啊，比如说残局的时候啊，四个国家比较难打是吧？你又是比较一个难对付的武将，你先托管了之后，别人反倒不会打你了。决斗，反无懈。哎呦，这巡游能跪了吗？给个桃子吧。三个蜀国还是要控啊，要控，他毕竟能给我们劫命，能搞些事情的。杀。南蛮入侵，蜀国看南蛮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就压你们这些暗江的血线。哎呦，我们还没无懈了啊，没无懈。还不动吗？好吧，这个应该是飞鼠了，飞鼠了，一个跳一个身份啊，直接砍一下这个蜀国。赵云二爷表示啊，等一会儿啊，我先把这个赵云瞄着再瞄你是吧？你不要太着急啊，不要太着急。荀彧依然得给我们劫命，我们是骗来许多的牌啊。尽你之手，去武吞狼，看能不能压低一下这个诸葛亮的血线。这荀彧不愧是神将啊，去武吞狼这两点出手打的还是比较的凶残的。哎呦，这魏国，这蜀国是什么牌都没有啊？你这还怎么混啊？你这是吧？说出来你这不好意思是吧？你这，你可识得啊？刘备也不好使啊，刘备也不好使。亮吧，兄弟，这还藏什么藏啊？是吧？无中生有。这牌。机会来了。哦，恐龙，他恐龙就好办了。这时候知己其实有点多余，有点多余。这个乱击，这救不了了，兄弟，怎么救啊？这个诸葛亮是卧龙是凤雏吗？哎，荀彧文若啊，客气了是吧？客气了是吧？主公要臣死。哎，对不起啊，这打了一个工是吧？荀彧替我们，荀彧这人真是好人啊是吧？既打工又送牌是吧？这人品果然是那个什么王佐之才是吧？难为。朱荣没亮，这朱荣配诸葛亮的话，确实有些小蛋疼。这蜀国成为了我们乱姬的一个垫脚石。别打脸，我投降了。投降了。继续开 A 啊，继续开 A， 尽管他放啊。弓箭手准备放箭啊，简直充足，尽管取用。哎呦我去，这蜀国卧龙这黄忠魏延啊，这开局怎么选择托管了呢？哎呦，好吧你，这个二号表示忘了，可能下意识点开了是吧？火攻一下，哎呦，烧一下，哎呦，能不能带走？哎呦，能不能带走一个赵云？带走，哎呦，是吕布啊，吕布貂蝉。这两国胜利那个这盘录像其实是袁绍的一盘胜利，袁绍是通过给荀彧一个牌是吧，给桃子之后换牌之后给进一个小的一个爆发，然后获得上胜利。为什么做两盘视频呢？第一是因为这个袁绍没有开局手量，第二是他有一定的心机，也是一个心机婊是吧？心机婊这个骗牌是吧？就糊弄人家天真可爱的荀彧，荀彧表示你们这欺骗我纯洁的心灵是吧？这个感觉看你的我头大那个脑袋大脖子粗的说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哎呦，这不是怎么录像啊？不怎么放第二把月英跟张飞，月英张飞。只要选择一个月英张飞，他肯定要选人肉连弩加一个黄银的爆发，肯定要选这两个是吧？刘备又不要选啊，刘备只能是给蜀国拖后腿啊。虽然说这个黄银爆发之后，一堆牌之后也可以把牌给一些蜀国对手是吧？但是有爆发的武将肯定选是吧？没有好武将谁不选？张飞虽然是三血小白，这个连杀连弩小白板是吧？但是他的能力还是有的。百姓摸牌嘛，是吧？这黄银配牌起来，其实也不怕被反馈连弩之类的。不过看着黄银好像是挽着这个张飞的手啊，是吧？张飞手，你看这个老公又不在身边，这个黄银表示非常浪啊，非常浪的疯起来是，连她老公都把持不住啊，把持不住。看五谷风灯，手牌还没人拿闪啊，没人拿闪，我们拿吧。看来他们手牌是挺不错啊，开局的话手牌是非常好。二号还挂一个藤甲，三兽医四血骨，三兽医还可以，
大家如果不是卖血流还翻血翻血手伸手艺的话，那真的就是作死了，真的不要真的不要那有那种危险的举动。哎呦，看着老公了吧？这个黄月看老公了啊，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杀，九杀，哎呦，杀。那你这黄诸葛亮，我不明白了，你当时有一个火攻，你为什么不写火攻呢？你压一地牌是一地牌啊，你为了空城，你也不至于这样啊。你这样还可以多打一点输出，你为什么呢？新兵也不能这么玩啊，新兵。玩身份局你应该知道了，这些东西不只是国战特有的知识啊。借刀杀人，借刀杀人，这也应该是在控下的诸葛亮，应该不是一个蜀国，跳一个飞鼠。我们是不能亮啊，不能亮，现在形势不是特别明朗，现在亮将的话只能是给自己造来一些不必要的嘲讽啊，不必要的嘲讽。就这样，国家出来了，你看我们能抱起来吗？无懈可击。这个无六剑是个神器啊，这神器啊，这看特别黄金摆在前面挂无六剑之后，这小感觉是吧，边耍流氓边摸牌是吧，特别爽啊。不过这种只限于意淫啊，我是直接没玩到这种组合啊，或者是选择这种组合之后根本就没赢过。有一个组合叫什么呢，就是儿子跟大师，我就直接没赢过啊，不是我打的问题啊，真的就是经常被无脑磨到啊。咱也不卖，国家搞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这点是给国家点个赞啊。甘宁出来了，行吧，你原谅将就谅将是吧？连出牌出牌，我个人觉得话，行吧，你也不如任何举动也行，跳身份啊，三个国家嘛，荀彧直接跳出来，直接选择个驱虎吞狼，选择压，哎呦，你压诸葛亮血线啊你？你压他干什么呀你？这也不是魏国，搞不懂啊，搞不懂！你这荀彧，你打他干什么？这个气儿搞得到荀彧啊？你这你搞得到诸葛亮？你驱虎一下这个气儿，压他一滴血，压他一滴，再砍下一刀，诸葛亮不就跪了吗？是吧？你这时候打他，你这玩的就是看不懂了啊！你说论等级，你也不低啊。逆天难，人家这53级，人家看出来了，你这玩的什么呀？猛货，这小神将，我还是这就在一起说这挺强的啊。猛货跟诸葛亮的话，关键说还收过人，说挺不错啊。我打桥，你被打出来了吧？是吧？你这绝等杀，这个荀彧真是想不通啊，想不通。我杀，估计是手残了。我驱虎吞狼，劫命，这个乐哈啊，分赏香。哎呦我去，这两个吴国啊，两个吴国啊，小暴力武将。完全是能够爆场的，但是没有足够的装备啊，只能是含恨而终。没有动，直接那个谁乐的国家啊，七号乐的国家，这国家这堆牌是直接弃掉了。有儿张的话，这局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没有儿张啊，我们现在甘宁怎么打啊？甘宁打算跟一个荀彧拼牌啊。你的牌太多了，先退之计。首先我要说一下，你甘宁现在任务不是不是那什么呢，不是拆牌，你是进行一些控场，为香香的后面的行动奠定一个基础啊。你可以先这个，你没必要打输出啊，99级了，先把他们装备拆下来，先把这个对自己有害的装备拆下来，先把这个海梅剑荀彧的剪影板是吧，走牌拆一下，适当拆一下，甚至可能把国家的无懈的给逼出来，你这时候局斗他把带上手牌消耗掉有什么用处呢？完全看不懂啊。冰凉寸断，这荀彧的冰凉寸断，行吧，先压制这个甘宁是吧。管今夜天下，看诸葛亮怎么动。诸葛亮的话会选择稍微压制一下或不动都可以啊，巩固一下自己的状态也可以。顺手牵羊，顺手装备，行吧。一代劳拿一个狮子，开阳南蛮，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开阳南蛮，主要打不打无懈呢？替我挡着。小乔，三个吴国，那时候必须动手了。小局不动手都对不起自己的祖先是吧？对不起党，对不起人民是吧？愧对列祖列宗啊！我下回能国家，我取这组合太强大了。
雷杀。嗯，魔惑有第二个南蛮，这个诸葛亮挺能搞事儿啊，你知道是吧？这直接带这个吴国走的意思，还没带到小，肯定是有牌。小有我们现在是一血啊，这个状态的话还是不是特别的好。万一被这个带小乐了之后，还是挺伤的。我觉得还是应该反过线啊。哎呦，还都有桃，哎呦，这玄月给的好，玄月，人家这个夏侯惇的话，三个吴国之后，人家夏侯惇还刚烈一下，这个刚烈其实不该刚烈，这个人家玄月非常漂亮，人家三个吴国是吧？该帮就得帮，该给桃就给牌就给牌是吧？直接给一个诸葛亮牌，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白号他也不卖嘛是吧？你也不能笃定这个白号就是个魏国是吧？万一他是个吴国怎么办是吧？只能是选择结命一下，他也可以啊，但是可能也是看得出这个玄月是没什么好牌啊，又好个牌的话，随便给他结命是吧？非常想远程结缘一下这个甘宁，给他一些血线，给他分钱跟小乔，恢复一点体力，砍到这个玄月，亮吧呢？这没有机会，这还等什么呢？是吧？铁头连环先连上，先连上。行吧，先连上他也可以，远交进攻，就算不远交进攻，我们也打得过他们啊。烧一下，看能不能带走他。把马扔出去吧，你不该把五谷扔掉啊。这个五谷最后还能多摸一张牌呢。哎呦，我的牌啊，太凶他！刚我们怕你吗？我们敢开是有这个资本的是吧？万箭齐发。你快算了吧啊！你快别来这些玩这些了，贪你。就这样。会，我们根本不会给你机会，好不好？鼠辈，哎呦啊，南征吴中，那没事啊，我就不怕你拿吴中啊。我们这堆牌分分钟秒你、啊。我绝不会倒下。好吧，这这个国家主权是坑一下大乔是吧？坑一下大乔，这手牌。这国家被看了底牌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？也不知道啊。过河拆桥。啊，继续拆牌，反正手牌多啊，挂着流氓剑，想怎么流氓耍流氓就怎么耍流氓了。先把小乔做掉啊，小乔多摸一张牌之后，以防这个砍这个国家的时候，都赶紧再给牌，给再生一些变故，先砍一刀。哎呦，三张牌给的，哎呦，这小牌给的，真舒服啊，真舒服啊。燕云张飞在。这时候可以不用九杀，不用九杀，砍大乔吧。大乔托管了，大乔是不该托管啊。你就算给出去，给一下这个诸葛亮，其实你还可以摸一张牌的，不一定就是能够逆转上。燕云张飞在此。也是纯粹是被我们这个强大的气场直接镇压的，就是喘不过气来啊。还不够啊，猜不透。这感觉一直在打摆子，为我们爆发创造一个表演的机会啊，也是好人品啊，好人品。然后他不知道能托管吗？不知道能投降吗？是吧？燕云张飞在此。哎呀，张飞是感觉真爽啊！还有，再来一张，嘣嘣，绝不会倒下。哎，这感觉非常不爽啊！十一张牌，其实全都是散了。后来又摸上山，看来还能顶一波。如果你再顶一波的话，不一定还能搞出点事来。但是他没有，他没有挺住。十三区，说好的十三区呢？你这给我来个几区啊？这个周太是几区啊？没看到。啊，七区啊，这七区直接跪啊！我们在是一区啊，你知道是吧？一区，非常漂亮一场，果然录像一盘蜀国录像，都是两盘小逆袭，一盘是这位叫做来者想打扑克提供录像，另外一盘是元宵提供录像，非常感谢啊，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大家如果觉得有些不好的地方，也可以给我指出来，有好的观录像也可以发给我，当然不只是国产录像哦。